大家好，汇丰好荣幸连续19年获得中小企业最佳拍档金奖，再一次多谢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和港大客户的支持。在新经济时代，面对不断转变的经营格局，我们一直坚持以客为先，支援不同行业、不同规模的中小企去紧贴市场的脉搏，保持竞争力。我们都积极投资在金融创新，并采取数码为先的策略，不断提升商业数码理财服务，去配合客户的业务需求。现时超过80%的汇丰商业银行客户经已采用数码渠道去处理日常的财务，商务网上理财每月均录得超过270万次的登入。我们积极帮助中小企管理短期性的流动性需要，并把握新的增长机遇。我们都推出不同的融资计划，利用数据去简化本地中小企获取融资的流程。另外，我亦都凭藉庞大的网络优势和丰富的市场知识，协助中小企去升级转型，把握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机遇。另外，展望未来，我们都会继续秉持香港中小企的长远承诺，和中小企并肩同行，